原厂的吧？你是改装的，然后他的没有，就是都原厂的，都原厂。我想还你一个清白啊，我耳朵已经出来了。在前面吗？对，我跟你去就好了。我现在听起来又还好，我是觉得，因为刚刚那边是比较窄的地方，对，所以它会有回音。而且你这个外表真的感觉像原厂，真的是原厂啊。对啊，所以我真的没有诬赖你吧 ？OK OK OK。我想还你一个清白啊，我耳朵已经清白，这小姐的我是觉得 OK 啊。在前面吗？对，我跟你去就好了。我你继续啊，我没有要验你的、啊，说好了不会。我这个很讲道理，没有。那我跟你去啊。我在那边等我。下去，我不用验了，你不要验了。你是原厂的吧？还是你的型是改装的？然后他没有，就是都原厂的，都原厂的。我就不想出来，你感觉听起来又还好。啊？为什么现在听起来又还好？我是觉得，因为刚刚那边是比较窄的地方，对，所以它会有回音。而且你这个外表真的感觉像原厂，真的是原厂啊！因为刚刚那边就是比较窄一点点嘛、啊。可以，好，稍等一下，好。我们验过？没有，验过。身份证、行证我们带。可以报吗？我要抽资料啦，你有没有带？有带的话帮我拿去。我钱包在我女朋友那里。哦，那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别急，下车抽根烟啦。好，那快。啊，我车子先。先这样，这样就好，先这样。这样对不对？对，我超级尴尬，我们两个在那讨论超久。因为我车子讲真的，我被人家收的，他一开始是说我们两个，他就是没管，但是他不是有看到。对呀、啊。所以我跟你讲，你我还在验你。OK OK。对对。我真的没有诬赖你吧 ？OK OK OK。没有，我们刚才去验伤了，就是我刚才真的。我刚才去查杯，我们还在查行动呢。所以我说你这个声音真的。没事。我也是其中一个。他不要放。把那个。他就是看到这里，排气管不是原厂的。他们就会直接拦查。爱车的排气管明显有改装，但骑士说这骑在路上不会有噪音问题，却被未审先判吞下罚单。他在噪音管制法的前提下，他是用眼睛进行开罚，觉得有点不太合逻辑啦。这一罚12000，这也是有点失去比例原则。实际现场发动，拿出检测单，证明排气管没噪音问题。其实不满，认为明明环境部先前说对已改装排气管会给予一年缓冲，2025年1月才会开罚，但这期间却不断被拦截送单，很不合理。环境部有发新闻稿说，他今年是鼓励大家去进行检验合格的动作，但是环保局并不会做鼓励，他就会直接进行开罚。不过也不只有他有这样困扰，很多人都留言说还没验车就先被罚，明明用合法噪音排气管却连机会也不给。有人是第一次收到验车单就被罚12000，而回顾骑士被开罚的时间点，2022年就有被警方拦查拍照给环保局，当时直接开罚3000多元，而今年5月同样遇到临检，警方也没多说，直接拍照交给环保局，没想到罚金跳四倍，要缴12000。到了今年7月，骑车从台北跨到新北，同一天被警方拦，做法却不一样，一个警劝导，一个则是拍照送单。我的排气管我现在马上就去进行检测了，我的分贝就是85分贝而已，远远低于他们开罚的标准，甚至低于原厂原本的数值。不少改车骑士都有类似问题，对此新北环保局回应，当下是有判定没使用检验合格排气管才会开罚，但个案罚单达12000已是累犯，并非属于缓冲期的可免罚车辆，建议知道自己有改装排气管还是尽早登录，免于荷包失血。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经过那边被噪音照相拍到，标准值是86，然后你的噪音值是86.7，多少？82.7，也才82.7啊。只要拍照，你只要超过标准，那我们就会激发了。我们只针对分贝，我们不会针对时速啊。所以我没办法申诉吗？还是你可以申诉？我们先来看这个环境好不好？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工业区哎。我觉得这个第一点非常非常荒谬的地方是，他是不是之前口口声声说他抓这个是要抓老民？对啊。
你在工业区测噪音，你到底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就是我当初在讲的，就是这一套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制问题非常非常的混乱。这个地方是车子很多的工业区，你跟我说这边背景值只有66分贝，怎么可能？好啦，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就是它有另外一个很荒谬的地方。我们看照片是这样子，你看一下它离这个墙边多近，也就是说声音会反弹，然后会加成。然后我记得它有实施要点是要一公尺还1.5公尺嘛，对，离墙面1.5公尺。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范围够吗？然后更有趣的是，它是架设在616号，那616号是在前面那边。可是我们实际看的话，这个现场应该是570号，所以他连架设在哪边都写错了。好，没关系，口说无凭，你来去试试看。好，这个妹妹骑多少？81.6。81.6，好，他来喽。好，50。77.6。77.6，好，来第二次，他时速这次是70。多少？82.7，也才82.7啊！来，刚刚我们做完了两个测试了，可是我觉得这有两个很诡异的。我们在安静的地方测的时候，你其实时速70也才70几，可是这边测到82，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差了10分贝。你跟我说你这样的东西你可以用来开发，我个人是觉得我不能接受啦，我不能接受。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其实没多高科技，它只不过就是一个麦克风。一个镜头，然后人工审验就这样子而已。然后我觉得最扯的是后续的纠集啊，你问他怎么讲？他说你要申诉就去申诉，你要申诉就去申诉，讲的什么屁话啊？啊干，我们申诉我们不用自己花时间花钱吗？然后你拿了一个就是这么明显有问题的东西，这个就是根本就完全环保局说了算嘛。新竹市环境保护局，您好。喂，你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有收到一张车辆噪音违规的一张通知书，可是我车子是全原厂都没改装没有啊，因为我们只要拍照，你只要超过标准，那我们就会激发了。那我要怎么申诉？因为我觉得我车子不会超过的。没有，因为我们只要第一拍照超过哈，我们都会处分，你可能速度太快都有可能。那你没有显示时速啊？时速我们不可能显示，因为我们不是警察。那你们不显示时速，那你们要怎么证明说我时速超过，然后我分贝超过这样？我们只针对分贝，我们不会针对时速啊。所以我没办法申诉吗？还是？你可以申诉啊，你就写那张警察就好了。那我该怎么写？还有我要怎么验车去证明说我的分贝不会超过这样？我们有叫你验车吗？所以不用验车，是看我公文有没有通知你验车。是没有，所以你们之后会再记红单还是怎么样？会啊，所以这个是我15天内回你们，然后看我回的方式，然后罚多少？没有，我们看你当时的数据是多少，罚多少。标准86，那我86.7，当时罚多少？没有超过5分贝，应该是1800。1800哦，所以是超过5分贝才会是3600，5分贝以内是1800，所以超过0.1也是罚1800这样。对，所以你们那边没有测得任何速度的数据就对了。我们就做噪音的检测而已。所以速度不管多少，只要噪音过了就是超过的。对，因为我们是依据环保署定的规定哦。对对对，但我们大概看的这个案件，好像这一批的话，你刚说将会收到，就是我们会滞销的公文。那为什么会滞销？应该这么说，第一个稽查书它应该是执行前跟执行后都要做一个就是噪音计的调整的动作。对，那因为那天可能仪器有问题，也是它的该笔调整记录这一整个执行的过程是不成立。是不成立的。喂，你好，就是我有收到一张你们环保局寄来的车辆噪音超标的一张陈述意见通知书。帮你转2018，你要问情形就对了，是不是？对。环保局你好。喂你好，我昨天有打电话过去，因为昨天你们好像是说就是你们那一天的仪器设备检测好像档案不见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然后就是说，那我现在后续要做一些怎么处理吗？还是？给你的车牌号码。好，机车这个，我们发一份公文给你嘛，所以你这个案子我们就帮你做取消，就这件案子你就不用理他了。